你的状况就是这些。那你先记在心里哈。那你嘞？有灰尘，有灰尘。现代历史系苏欣，这里教导二了国小三年级的学生，要安那处理着古早文物，看小朋友真有本事，摕着教具，慢慢的用脏褥啊来撸稀人啊。有的学生阁用着汗镜来检查，因为因将要来参与整理学校好了博物馆的任务。由三到五年级来实际的参与，譬如清理弹涂鱼的渔具，还有一些渔网之类，用实作来让孩子了解说如何去保持简易文物的方法，还有了解我们家中的长辈，就是以这些渔具用来养家活口的。在受护士的传令之下，更加高年级的学生就来实际参与。二寮国小的校长就表示，因为学校内校寮博物馆有300多种的器具收藏，为着要推动成为地方博物馆，才会甲新台等等单位来合作。学校嘛希望透过暑假的课程，予学生来了解即寡具有特色的古早当地的物件，嘛予因来知影维护传统的重要性。咱咧新闻地甲文。帮忙差不多。